中国的，你看看，哇，好有圣诞节气氛哦。我觉得静伦当接到这首歌，一定好几天都睡不着了。对，还是忘情水怎么可以跳舞呢？你脊椎还好吧？对，哦，刚刚我看到我的接班人，哎呀，对，那个杨小弟弟，就是，哦，对，他刚刚也是这样。他以后就会变成我。那你小时候也像他一样木讷吗？我以前没有跳过，以前一直都不知道我不会跳舞。明雄也没跳过啊，我没跳过。对呀，没跳过。你看，来我们节目，大家都开始学舞步。刚刚开始，我们就以为庾澄庆晒黑的。对，不错啦，总是有开始嘛。对呀，对对对。现在是不是松了一口气了？也是可以完成嘛。不会啊，就觉得蛮好玩的。对，这个尝试也是蛮不错的。对，大家来这边还是要开心一点，对不对？哦，两个都没跳舞，把第一次都奉献在我们节目当中，太棒了。我们荒山亮老师请。我觉得这两段真的太欢乐了。那个明雄哥的这首《刷电偶高兴》，整个舞群的编排，我觉得今天编排的非常好。好，谢谢舞蹈老师。对对对。然后这个我们静伦这忘情水。说不上来，说是电音，但是又有一个软软的这个一个魔力穿在里面，因为可能你的这个嗓音跟这个电音搭起来就有一种蛮特别的一个味道。但是我觉得最精彩的部分应该是后面丢糖果那个部分。但是为什么我们都没有丢到，我们都没有接到糖果？怕砸到你的脸。我本来准备要加分的，但是我没有接到糖果，我就没有办法加下去。有吧？下次要丢准一点。好，还有一颗吗？还有。哇，这么硬的糖果，你往下丢，对啊，你砸到老奶奶，砸到就扣分了。阿公阿嬷就在下面，所以他都只砸摄影师哈，好贴心哦。是，哎，翁立友老师，请。今天真的是。这个大放送，尤其呢，明雄大哥不愧是艺人哦。因为明雄大哥，你除了这个让大家感受到你的热力之外，然后其实你在唱歌里面也是有这个很高超的技巧哦。比如说唱到高音的时候，你会让大家听到那个高音是不会有压力的，而且是掉很远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色艺双全，因为你够黑，真的是偶高音。这个练很久，这个练很久。哦，我觉得你说你没跳过舞，你一出，你应该你们有《丰年祭》啊，你们有啊，那简单的一句这样子而已啊，几步。可是你跳，你这样随便一动就很有味道啊，就很有感觉啊，就真的马上看到静伦就觉得。就像一个没被开发的一个这个璞玉，哎，对不对？应该开发不了吧？你买家道西的，真的那个。其实我觉得你来到这边，哎，好，你已经成功了一大步了。为什么？你一直在逼自己。其实这个行业不就是一直逼自己逼自己吗？对不对？这一条路太辛苦了。当你走到一个位置，是很孤单的，没有。很难再有人教你或有人唱歌给你听，你来模仿。就像我们出唱片，接下来就是丢出去给歌迷、给观众打分数啊，会不会红？千金难买早知道。可是要成功，就是要一定要努力。啊，努力不一定成功哦，但是成功哎，一定要努力。但我看到你真的离成功不远了，加油！谢谢，好，谢谢两位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了。我们先看看明雄这首歌。能获得几分呢？评审，请给分。第一次挑战唱跳的明雄哥，今天的分数来到84、85、86、87、88、89、90、91、92，哇，非常快。小数点是多少？恭喜得到92.6分，是蛮高的喽。谢谢老师。黄俊伦这首歌能获得几分呢？评审，请给分。我们这块还未开发的璞玉啊，今天的分数88、89、90、91，小数点继续跑，得到的分数是91.8分。接下来介绍三号。